我这一个产品呢，就是没什么用，也不会做饭，然后在家里也很懒，不会打扫卫生，但是可以满足你的收藏。3月17日，带货女王薇娅再次上线直播，这次不同以往，和她一起搭档直播的还有张雨剑。最近张雨剑因为电视剧《下一站是幸福》大火，而她还因多次反应慢的像卡机，被网友评为了0.5倍速雨剑。当遇上2倍速的薇娅也是十分搞笑了。张雨剑在薇娅直播间带货，讲解还没完，商品已经秒没了，瞬间目瞪口呆。她还表示，你看，这就是你们请我来要付出的代价，你们要少卖一点货。相信此时薇娅内心也有一丢丢的后悔。然后那个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，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个安全锁啊，就是因为卖完了，没有了，卖完了，没有，这能加货吗？那就没有了，全卖完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你的台词是不是？